各位大細超台友，而家係26号晚上11:35。乜點解咁夜都整一個時事短打呢？是我剛剛翻到屋企，一打開電視就睇見王毅呢隻國妖嘅衰樣，跟住睇埋陳茂波財政司長嘅衰樣，即刻咧就要想話飲杯可樂啦，順一順條氣啦，係嘛？頂一頂住，我啊冇曬啲可樂，一啲可樂啦，又煲一煲啊嘛，啊，檸檬加可樂唔煲啊凍嘢喎，甚少飲嘅，乜點會頂住條氣咧？王毅呢個外交部長乞衣。我形容佢即係乞衣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？大羅大鼓同韓國外交部長啊召開話整個中日韓三邊會談，領導人見面，有個批俾你聽，你西多個禮啊，王毅乞衣。唔做戰狼了咩？啊？做死狗了咩？周圍去敲門了咩？你哋咪好撚巴撚閉嘅？又打嗰、那個，又打嗰、那個，啊？又制裁嗰、那個，咁撚叻，只話個死人樣啦，王毅你個冚家產！我今日有個女士，一把年紀嘅，佢個越睇呢個王毅咧，個樣咧就直情真係國家嘅妖孽嚟，咁你撲唔撲街啊？我哋國家有運行先至奇啊，整呢只咁嘅乞衣坐喺度，係咪先？打爛曬啲杯，補得翻咩？嚇、啊？揾咩補啊你？周身冇蚊，揾咩補啊？我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都算可憐啊，用著呢啲咁嘅急怪冚家產，真噶。搞戰狼外交，真係人唔笑啊！屌你老母，貓都會叫啊！你啲衰嘢咧就唔再講啦，成個國家咧就俾你班冚家產搞彎嘅。啊，咁啊，再講翻呢個劏房波啦，冚家產行出嚟六神無主。係嘛？又話知道咧，中國未來環境唔好啦，香港明年嘅經濟咧又係會受影響啦。阿媽係女人都識啦，係人，你老母啱唔啱啊？請你班咁嘅木嘴翻嚟，個月幾十萬嚇？拿啲外匯儲備，香港嘅儲備冇嚟冇去，越玩得越縮啊！你就係咁嘅香港嘅殘神。今日仲好笑，我有個生日會，啲同學茶聚嘅，咁啊，徐家傑啊出嚟講嘢啦，以前 ICAC 嗰個行動副處長。另外蕭浩然出嚟啦，即係回歸前嘅立法會議員。咁啊，蕭浩然咧講嘢仲好笑。我哋啱啱有位小姐講完鸚鵡嘛，佢喺我忍唔住啦。你哋講起鸚鵡咧，我都要講。佢話：，而家香港咧變咗係一句
鹦鹉场，再进一步咧变咗动物农庄。鹦鹉场点解咧？佢个立法会咧就系鹦鹉场，90只鹦鹉，几十万一只，一个月养呢班友，计埋人工，计埋个补贴，几十万一个月。我全部咧日日咧睇下点样执人口水尾出嚟，搞一堆嘢。咁啊，薛公子咧就仲话：，我喂你啲人就话喂你哋批评啫，你批评冇用噶，你要俾建议啊。咁啊，公子咧就回应啦：，佢如果我哋做市民批评就应该噶喎，你政府做得唔啱。如果我识俾意见你，使乜请你翻嚟做嘢啊？吓？所以你見到啲人咧，成日話要攞市民意見啦，攞咩民意啊？嗰啲政冚家產嚟嗰班，你問的士佬攞意見啊？問賣菜婆攞意見啊？全部講廢話，呢班咪撲街！鹦鹉學舌，佢要學一衰個人喎、啊，學咗大陸嗰啲內地文化，假大空喎、啊，吹水唔抹嘴喎、啊。日日咧就周圍揾啲咩籌委籌嗰啲咁嘅 event 啊，搞活動啊，日日打開個電視台啊，搞呢啲咁嘅衰嘢喎，做喺度做 show 喎、啊，呃阿爺喎、啊，呃中央喎、啊，好似好撚忙咁喎、啊，開咩研討會，開咩會，引進啲咩嚟啦，又搞咩平台啦，搞乜物啦，搞長山未得啦，啊！搞啲咁嘅嘢喎，實際嘅嘢完全冇做到喎，咁你幫撲街啊！所以頂唔住咧，十一點幾都出嚟撐呢班咁垃圾，跟住仲大鑊。阿薛公子再講，佢除咗鸚鵡場之後咧之外咧，到十月份咧就多幾百隻鷗哥，區議員啊，嗰啲鷗哥又係學人講嘢。執人口水尾，佢唔知道自己講乜差嘢。鸚鵡講嘢唔知嗰個説話係咩意思嘅，知唔知啊？所以鸚鵡咧隨時學咗粗口嘅，你噏乜佢又噏乜。咁啊，呢班唔家產咧，睇住中聯版啊，睇住港澳版啊，啊嗰扎木嘴講咩，佢就跟風。啊反味咁佢又跟風啦。反撚到而家反撚咗車啦，咁屌你咁啊親尾啦，咁啊又唔知點樣講嚟噶，全部都係鸚鵡鷗哥。好啦，跟住阿薛公子再講，我有視頻喺度噶，我遲啲會 po 翻上網俾大家睇嘅。佢個講話，佢除咗呢班鸚鵡之外咧，仲喺嗰個政府合署嗰度咧，養住一扎烏烏。嗰啲政府官員啊，全部九奴才，咁啊烏烏嚇。另外有個浮咧，就養住班豺狼喺度，養住扎戰狼喺度，咁啊變咗成個香港咧動物農莊啦。大家睇過未啊？嗰本動物農莊嘅小嗰個書，你咪搞笑咧，幾諷刺嚇、啊！人生真係幾諷刺。今日我哋查罪之後咧，我就好少唱歌嘅，就無啦啦咧咁就應承咗啲學生查罪啊，唱一首，唱到咧自己都甩頭甩骨噶啦。咁啊，但啲同學咧聽見我把聲就算啦，係咪？唱得唔好都鼓掌啊，呢個好難得嘅，因為知道我真誠唱嘛，咁有咩索有咩？辦法啫，我係咪歌手係嘛？歌手啊，咁我哋咁好世界啦。而家啲歌手都打曬茶添啦，啱唔啱先？咁好啦，茶聚完咧，我哋走咗去一個私鬥自己地方嚟嘅，得閒之後練歌啊，有曬啲音響啊，好靚。咁啊喺度吹下涼水，咁我同阿薛公子咧就喺度商討一啲大計。點樣去噴殺蟲水？等而家香港嗰扎咁嘅政棍啊、作土共啊、忽然愛國嗰啲咧，
呢班咁嘅社會蛀蟲咧，唔好再俾佢分餅仔。咁啊，希望啲網友如果收到有啲乜嘢資訊對社會不利嘅話，對自己祖國不利嘅話，危害到嗰個國家嘅安全嘅話咧，就麻煩你咧就寫留言板，我哋將會跟進下。乜社會一定要有人出聲噶，如果唔係咧就黑暗。有兩句説話：一燈能破千年暗，一字能消萬世愚。有啲人一路愚蠢咧，世世代代都愚蠢啊！佢如果你俾到佢針對性嘅説話咧，佢會當頭棒喝，佢即刻醒，消除咗個愚痴嘅。所以我哋咧都好強調，個社會咧要保持有啲清醒嘅聲音啊。咁啊，另外咧就係、我哋嗰啲禪宗識班、木方保健班繼續會招生。大細燒台咧，如果你有緣分嘅，你想改善啊嗰、那個命運之流嘅走勢咧，就麻煩你加入去大細燒台。咁你試一個月咧，都唔見百零蚊嘅啫，唔靚嘅。咁你咪唔好再交錢交費用咯，係嘛？我呢個社會工作嚟。特別我嗰個禪宗識班咧就非常平，啲細路仔啊十歲以上都係收咗幾千蚊，應該收幾千蚊美金就啱。幾千美金咧都係平，唔係講笑啊！你喺社會揾翻噶嘛？俾我哋以前走去山長水遠求法啊，點知幾千蚊美金啊？去到喜馬拉雅山，成個月周圍揾啲大師，係咪先？叩曬頭，周隨時問唔到一句半句自己用到噶，啊，好值錢噶，知識真係知識好值錢啊！特別嗰啲冷門嘅知識，你唔會喺呢個角度睇問題噶，知唔知啊？而家成個香港、中國去到今日危機咧。就係冇呢啲智者咧去把關，咁啊搞到咧就一劈屎而家。大家準備過一個好寒冬嘅年關啊！今年要大家心理準備。不過有新機嘅，但我新機咧唔喺香港。你有多餘錢嘅話，你快啲留意一下。國際的金融有很多商機在這裡，千萬不要看著香港這個氹仔，這個氹仔呢玩完了，他一融入大灣區那你立刻玩完了，這班嘥藥費啊。那啊，希望自己的台友呢醒醒定定，冇亂咁花錢，有卡數嘅找咗去，你唔找咧，佢利息貴嘅。你以前已經借銀行錢去還卡數，你都平咗好多利息。啲卡數差唔多成三四十利息一年。你銀行借錢，就算你私人貸款揾個同事擔保，借三幾萬、十萬、八萬咧，都係六七利息嘅啫，最多都係八厘。咁大家咧要借咗錢冚咗。咁跟住咧就有幾張卡啲咧就要剪咗幾張卡，要做一個有節制嘅人，量入為出嘅人。喺今時今日，我今晚同朋友幾個同學食飯，喺尖沙咀北京道 Ice Cream 對面三樓嘅細畫餐廳，四個人食咗270多蚊。食唔晒啲嘢，三餸一湯，肚有蒸肉餅、椒鹽排骨、包片、海鮮雜菜煲、白飯任裝，一個識老闆嘛，跟住仲要有檸檬茶或者窩華田冇啦客飲，
埋單200多元，尖沙咀喎，北京道喎，最貴嘅地皮喎，北京道不嬲都係幾十年來。咁我哋用錯單邊位，有街景睇喎，啲嘢食得過嘅，即係如果價錢喺尖沙咀區，三樓嚟嘅細話餐廳，而家上網 search 啊，一老闆就好 high 嘅，周時啲湯啊送多一鍋嚟添，咁啊同佢噏兩句咯。話都係老實嘅生意人，佢差唔多細話餐廳有超過80年啦。呢間餐廳超過，即係由開張到而家超過80年，都算長命啦。我講做飲食店就好，係咁先。瞓觉前念篇心经，咁啊少啲发呢啲咁无谓嘅梦咯，系，系咪？清下个心先瞓咯。因为而家世界上好多人咧，净系识得翻屋企冲凉，洗干净个身体，上床瞓觉啊嘛。嗯。但冇佢冇洗心啊嘛。嗯。系嘛？你个身体行出社会，你俾好多细菌、好多灰尘污染咗你。你沖涼是啱的，但你的心呢，看那麼多東西，聽那麼多 不好的新聞，那你有沒有洗你的心先？那人睡覺你就睡覺，那怎麼睡得著呢？你的心囉囉亂，是不是？ Okay. 要洗心的，不只是洗身，不只是洗光，又洗身體睡覺，你的心都要洗的。